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回来捌一字。有人讲有钱人拢是一来一去，凊彩开钱拢是用亿来做单位，用一亿、两亿这个亿。但比如钱一来一去，意思是足有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亿头一二亿第四条，亿就是搬出来意思。像讲囡仔林牛奶溢出来就是亿零，另外亿麦当公是海用亿来亿去。古早有人讲钱银亲像海水同款亿来亿去，咱现代就用一亿、两亿这个亿对当音来做话骨，意思是讲一个人真有钱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作亿零，意思是土零；第二个词读作亿赤酸，意思是咱人的卫生溢起来到食道，某人讲是火烧心、呕酸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诊所医生的功夫实在有够高，无论是囡仔到亿零，或者是大人亿赤酸。镜头回看，医生拢有在调替病人长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读作“亿”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